前阵子华为问界 M9 刚换新， M8 又赶着上市，为了造势，于总亲自上阵，给大家表演了一场隔空开车门的科技魔术秀。在正常人眼里，这顶多算个无聊的噱头，谁能想到现实中真有人为了这个功能掏钱买单，还兴致勃勃地跑到大街上表演这项遥遥领先的黑科技。视频里，一位中年眼镜男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对着车不停打手势，开门整整试了十几次才成功，场面一度有些社死，就那手舞足蹈的动作真像个在街头跳独角戏的科技信徒。说实话，这种感应开门技术其实油车早就有了，大多应用在后备箱，比如用脚扫一下底盘就能自动开启。对比之下，问界这个抓空气开门的设定不仅反应迟钝，而且动作难看的让人尴尬，真要坚持玩手势控制，我倒建议华为团队干脆把伸手抓门这个动作换成传统的脚扫车底，至少不会让人看着那么别扭。那问题来了，就冲着隔空抓门，你会买车吗？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